流动厕所在南边呢，再跑到冰车场那边去，要跑很远。给车了，那个好车。管呢，管子呢，管子里面放 LED 灯呢。哎，好，还有创意。竹子，你看上面吗？是竹子吗？可能是。竹子最省成本。做尖塔，象征了山呐、啊，尖塔象征山呐、啊，嘉义多山区，嘉义县古称诸罗县，诸山罗列啊，诸山罗列叫很多山啊。哦，好耶，好耶！啊，那这原来那个可以打鼓哦，哈哈哈，哦。那也不行，那也好，那有创意。竹竿，然后布啊，呢，风吹就，这样叫川流不息，很有创意啊！你看，还可以听到日文歌嘞，日语歌，尖尖的，那是代表山呢、啊。诸罗山，诸山罗列，表示嘉义县很多山。哦，很好，不知道公共厕所，现在用那个热气球，然后飘的那个布条，公共厕所就可以找到公共厕所了，不用跑到停车场那边了。哦，风吹啊，啪啪啪啪啪，川流不息啊、很有创意啊，艺术家的巧思啊。哇、这Thank you.
去门票嘛。我也看他有坐铁道车呢，坐铁道车他也看坐那个旋转马呢，大象。超马没放看热闹，还有溜滑梯耶，哦，还有溜滑梯耶。一条网，接一条网，哦，中奖。